시. 18周年的这个大庆啊，那我们请来了很多有趣的朋友，而今天呢，这一个相信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视频网站上面呢看过，这是一个闻名全球的表演，来自以色列的 The Walk People。是一个无伴奏的人声合唱团，但刚才这段表演他们好像是外星的朋友，完全都是用一些很特别的声音来组成了很多电影的组曲。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将要用一，据说他们可以用声音呢把我们快乐家族五个人变成乐器，有这种可能性。谁来变我？谁来变我？小时候听的小喇叭开始广播，来来来，这是一个是，呜呼 ，Hello， 那这身上痒不？哇，OK， 不啊。哇！痒痒的，好舒服，舒服，按了个摩，畅通啊。哦，不然你 ？I like your 肚子。他的名字就叫肚子。你知道肚子？就还叫肚子。If you want to。If you want. 饿了。饿了。OK， 好，谢谢。我。
The Vodka People。好，非常可爱的来自以色列的朋友 The Vodka People。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我只相信你呢，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一组非常这个可爱的嘉宾，他们是我们台的这个年度大戏花千骨的演员们，掌声欢迎他们。熟悉的朋友，有新朋友，我们还是请他们来给大家做这个自我介绍。我们从华哥先开始，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霍建华，在剧中饰演白子画。爱你又如何？不爱你又如何？余下这64根香火，尤为时代孽徒承受。好，欢迎华哥。下面是我们可爱的丽颖，欢迎他。大家好，我是赵丽颖，在剧中饰演花千骨。师傅，你怎么这样？只想做师父永远的徒弟，只想做他眼中的孩子。好，今天这个非常漂亮，我们这个蒋欣，今天这个妆容有一种贵气在里面，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好美的，我们掌声欢迎蒋欣。大家好，我是蒋欣，我在剧中饰演夏子勋。你让我放手，你自己又为何不放手？生死劫逃不了，花千骨必须得死。好，我们非常有气质的蒋欣。那接下来是好久不见的我们张丹峰。大家好，我是张丹峰，我在花千骨当中扮演东方玉清和易守君两个角色。要人生不走，不愿意放下一切，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你也要好好爱自己。哟，瞧给你忙的，为什么可以获得多了得才能一下扮两个角色？怎么就获得两个角色了？演技了得。接下来是我们李纯，欢迎李纯。李纯，大家好，我是李纯，在剧中扮演漫天。我是蓬莱掌门之女倪漫天，我倪漫天跟你势不两立，再也不是什么朋友。那个，因为我的父亲是蓬莱岛岛主。对，所以我是他的女儿。哦，房地产，大户人家，岛主啊，全是海景房，都是海景房，360多。对，接下来是我们非常帅气、个子高高的马可，欢迎马可。马可，大家好，我是马可，在《花千骨》里面扮演六界第一美男沙千墨，也就是沙姐姐。他就是国君沙千墨。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你是在嫉妒我的美貌吗？在我的七杀殿中，花千骨他可以随意进出。第一次来大本营，各位老师多多关照。六界第一美，就六界，对，就是你最美。六界你最美，然后你叫沙姐姐。沙姐姐，叫姐姐。最美的叫姐姐。华哥最美。华哥是美男，我是美美女。美女。六界里面最美的男人，叫你去。让你去演，你敢演吗？我是八戒里面最美。而且像大师兄师傅被抓走了。好，我觉得听起来有点这个，大家有点这个好奇了，对不对？我们先抢先看一段短片，来看看花千骨这个精彩的故事。来，请看。三句话教你看懂花千骨。地球人都知道，芒果台虐心剧的人物关系一般是这样的，这样的，甚至是这样的。但花千骨作为业界良心，人物关系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女1234567号都深深地爱着男主角白子画老师，为他伤透心，为他疯癫成魔。我恨花千骨，要不是你，我才是尊上的徒弟。当年我何等快乐，而如今你却连看都不愿看我一眼。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要杀了花千骨。花千骨必须得死。第二，男1234567号都深爱着我们的女主角花千骨同学，神秘的书生，人道的皇帝。我就是喜欢花千骨。妖道的魔君，他就是魔君沙千墨。仙道的大神，全都不顾一切的爱着
你若敢为天下人所推搡，我便杀尽天下人。此生我机关搜集，但万万没有想到，我自己却对你动了情。诛仙柱上受九九八十一魂钉，余下这64根销魂钉，尤为师在灭途之上。天哪，这就是娜姐的梦想啊，有没有？但是花千骨谁也不要，深深地爱着所有女人都爱的白子画，为爱成狂。你欠我的，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然而，白子画竟然不敢承认爱啊，有没有？爱你又如何？不爱你又如何？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吗？你我师徒恩断义绝。废话，承认了还虐个鬼呀、啊！我从来都不相信正，不相信邪，我只相信你。这预告片会不会也太全了？我怎么觉得我快看完了的感觉，好好看，好感人呐、啊！而且那个画面好美啊！有一瞬间，我以为我在看大电影，就是那种就是质感，哇，值得期待啊！掌声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所以就是所有的女生都爱着白子画，所有的男生都爱着花千骨。他们俩互相爱吗？对呀、啊，就是不承认，承认了还绿个鬼呀、啊！哎呦，吓我一跳。好怕被咬，我们俩也没有参演，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出现在预告片里面？我为什么被剪到预告片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其实都出演过不少的这个好看的这个古装戏、剑侠戏。说到这个剑侠戏，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就是很多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的技能，但是通过我们现在比较越来越厉害的这种特技手段，会让大家看到一些你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看到的很奇幻的画面。我们接下来有个小短片来剧透一下仙侠剧是怎么拍的，好不好？来，请看。我们看到花千骨这样的仙侠剧都是美美的，散发着仙气。哇！大侠们出门都不用走的，自有一把剑，可以带你装帅，带你飞。太神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天上飞。你要感觉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想往哪飞就往哪飞。可是真实的拍摄现场也有这么帅吗？什么？这蓝布，这墩子，这风扇。大才讲不慌，会被撞到地上。还有这无处不在的工作人员。仙侠不易当啊，这御剑神术不是我等凡人之辈能轻易练成的。仙侠剧中那些对象感十足的激烈打斗，大坏蛋、大怪兽，都是最让人热血澎湃的存在。可在实际拍摄中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根本没有对象？我是大侠，我打空气。敢空气，我一身神功对天打。各位仙侠，童话已碎，请在大本营重新还我一个美丽的仙侠梦。那后景都是做出来的？你不知道啊？我知道。华哥自己在拍的时候，就是别人看，就我们在那边拍戏，就会觉得我们特别傻。我觉得演员演仙侠剧的演员一定要有强大的内心，去相信后期。今天呢，我们要在现场感受一下。首先是刚才说到这个御剑，请华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先示范一下，好吧？假装这就是好刚才我们的那个台子啊。我们今天有风扇在那边。哇哦！这样你也美，要求很低。哇哦！好，华哥华哥你先帮我们那个表演一个上剑，好不好？一、
然后遇见的话就是通常会带一个手势，就是摆在前面。哎，风扇帮我调过来一点，吹着我。啊，对，谢谢啊。Okay. 然后我们都有加速嘛。是是是。加速的话就。这样就加速了。速那踩油门怎么啊？如果要停呢？啊，就停了。我停了呀。那如果有时候碰到航空管制，然后气流颠簸什么的，如果是颠簸摇晃是怎么样？对，就会比较乱一点。这时候假设在遇见嘛，然后碰到乱流，然后还要想办法控制那个平衡。好，要系安全带吗？娜娜，你学一下好不好？现在白子画带着她的妹妹一起往前行进。太美了。上面空气好吗？太棒了，稍微有一点缺氧。现在你们有点赶时间，所以妹妹要跟哥哥提要求，要加速。好，那我们加速吧。好的，小心啊，系好安全带。现在加速了。哎呀，我这后面的观景不是很好，我想换到前面来。可以，好，我们现在交换座位。什么鬼？多大一个剑？嘿，是把刀吧？感觉还可以吧。好，哥哥带着妹妹现在往上升。好，我们现在往上升了，知道怎么做吗？对，好，往上飘了。哇，好棒啊！现在往下降，继续降，还降，一直降。好难呐、啊！好难，真的挺难。因为在上面很容易就是。会觉得你没有支点，因为我在表演上很厉害的，我知道，但我在上面感觉到没有支点。明白，这说明真的难，对不对？很难。我让你看看那个丽颖是怎么演的，好不好？花千骨身怀异香，她身上那种奇妙的香味，让大家非常的喜爱。这一天，她和她舅舅一起到花园玩耍。花千骨只要一舞动，它散发的香气就会迎来大批的蝴蝶。舅舅没见过世面，开心地玩耍着。只要蝴蝶在身边盘旋飞舞，花千骨就会开心地发出少女银铃般的笑声。这时候有一只调皮的蝴蝶飞到了花千骨的手上，花千骨开始和蝴蝶说起了知心话。蝴蝶，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在虚拟的环境下看到这个演员们确实要演一个仙侠剧非常不容易。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想静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新环节，名字叫做我想静静。今天要跟颜值爆表队 PK 的是，直接说了你们这队的队名，还是对对对，没错，反正你在哪个队嘛，我在哪个队，我们队就是颜值爆表。我为什么被开除出了颜值爆表队？因为你爆掉了，爆到这边，爆到这边。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所静静环节所设定的项目非常符合我们的主题，叫我只相信你，就是所有的人呢，所有的项目都要两个人配合了。哇哦！今天都是团队就是一种团结的感觉，那我们就赢定了。因为什么？我们多一个人呢，我们就多一些选择的搭配、有些多一个人可能多个累赘。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没有、啊，你休想瓦解我们这组的团结。我跟你讲，我们的名字都吓死你，吓死你。好，我说三二一，我们说出我们的队名。三二一，三男两女队。我真的好难过，因为大本营是一个18年的节目了，就是这种名字
们 low 是吧？就说你，说你们的名字 low 的。哎，你每期叫颜值爆表都不过脑子，我说你啥了？我说你啥了？我觉得真正的竞赛不在于这种言语上的你来我往。今天呢，说实话，我尝试过这些项目，然后呢，确实是有些容易。有些难，所以两队队长待会儿呢就要看你们的那个猜拳的运气了。如果运气好的，是很能够直观的从 VCR 里面了解到哪个难、哪个容易的，好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我，就是自夸啊。是你自夸吗？我们的队没有输过颜值爆表队，到目前为止。你们这一队没输，是因为我没在你们的队。喜欢这句话。OK， 两队请回位。今天的比赛就在颜值爆表队和三男两女队之间产生了。千万不要再提他们队名 low 这件事，因为队长会伤心。我们先看 VCR， 来看看你们要挑战的项目是什么。第一轮，我只相信你。选项一，一人保持坐姿不接触冰块，另一人在其身后用勺子舀起两勺冰块喂对方吃下，限时70秒。选项二，两人拿起易拉罐，将手中不同重量的空罐和满罐与对方进行交换，请确定项目并由队长选择搭档。有判断吗？有判断。何老师这队你们派谁来猜拳？赵丽颖。娜姐这一队你们派谁来猜拳？纯纯。好，你跟丽颖两个人石头剪刀布。好嘞。好样。好，颜值爆表队有机会选择项目。颜值爆表队在两个项目之间犹豫不决。我们选骑兵。此时三男两女队抓住娜姐经不起激将的心理。易拉罐很简单的，我们准备选择易拉罐了，跟你们没关系，你们是选了冰块了。果然娜姐中计，我们选易拉罐。易拉罐，那就意味着何老师你们这一队来吃冰块。队长你们好过分呐、你们这个计策让我都看不懂了。颜值爆表队派出谢娜和张丹峰挑战两个项目中更难的易拉罐项目，他们能否成功？我想静静挑战开始。嘘，要不要喝一罐？紧张疯了！我可以说，我挑战开始前我都没有算过来，应该是怎么换，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弄的。行。一度间我们两个的，然后呢，都是这样。耶、颜值爆表队！三男两女队派出队长何炅和赵丽颖首轮出战。女生蒙眼睛，为坐在前面的男生。吃冰块项目极其考验两人的配合默契，他们能否追平比分？何老师、赵丽颖蒙眼配合吃冰块，我想静静挑战开始。
何老师应该脑银子特别疼吧？脑银子生脑银子应该我都觉得疼哎，是吧？何老师牙特别好。没有，当我吃到两块的时候，发现丽颖还在坚持继续抓的时候，我一直在下面抠她的腿，不要再给我了。最好笑的是，丽颖前面花了大概20秒钟进行了无实物表演，一直认为咬了块冰在放开。我们之前忘记有一个沟通，就是有或者没有。嗯，我就一直在她的腿上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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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她可能觉得痒，她就后面一直在笑。我想说，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左边。哎呀，胃疼，脑银子疼吗？脑银就是在整，就是在整吃冰那个人，说实在的。但是这个首发都获得了一分， yeah, 还是厉害的啊！加油！ Yeah, yeah. 接下来看下面的挑战了。第二轮，我也相信你。选项一，男生扎马步，头顶铁盘；女生将大小不一的铁碗间隔叠放在铁盘上。扎马步者并拢双腿，并保持铁碗稳定。选项二，两人通过两根绳索将球从起点运送至终点。请选择。这真的有点像杂技团了，我觉得下一轮踢个碗这样。何队长刚才就是以为我是他队员，就说就特别真诚的跟他沟通说扎马步容易，嘿，什么鬼？老师，你们这一队派谁？好的，我们派出蒋欣、石头剪刀布。好，你们那边是张华哥，华哥跟蒋欣两个人，石头剪刀布。好，蒋欣这边，经过一番衡量讨论。马步，扎马步，选择的是好呀，没问题，我觉得可以。那你们就是扯绳子，扯。两队确定比赛项目，蒋欣和马可能否为三男两女队再赢得一分？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吧！我想静静，挑战开始。哎，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他都其实已经站起来了，对对对对，就差回步这一步了。没事没事，再还是掌声给队友鼓励一下吧。没问题，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颜值爆表队，挑战的是滚球。运球，运球，谁是滚球？快球纯纯和缓缓。运球项目考验的是两人力度的均匀和配合的默契，绳一定要特别紧。霍建华和李纯的搭档能否擦出火花呢？我想静静，挑战开始。你们开始了吗？我想问一下，你们开始了吗？再给他们开始了吗？不计成绩，结束了。是男的。看到霍建华和李纯挑战失败，张丹峰和马可跃跃欲试。咱俩试一个。好，再试一轮啊！临时再加一局。两个男生比较靠谱一点。好，来，挑战开始。而且各队都派了一个人嘛，我觉得这个友谊赛似的啊，这感觉还不错。加吧，二比二平。我们来看看第三轮的挑战是什么。第三轮，我更相信你。两人分别手持一根长杆，
夹起铁桶，通过障碍到达终点。本轮每队各有两次挑战机会，成功一次积一分，第二次挑战可更换队员，请选择。因为两队完成的是同样的任务，有点像这个我们大饼的经典游戏火线冲击，但是是两个人夹着铁桶塑料桶过那个，好吗？三男两女队的第一次挑战，我想静静现在开始。三男两女队派出两组选手参加挑战，分别以失败告终。挑战失败，很遗憾我们的队没有输过颜值爆表队。接下来我们看看颜值爆表队能否延续不败神话。颜值爆表队首轮派出的是永不言败的谢娜和胆大心细的李纯。我想静静挑战开始。好可惜，太高了，这个太高了，哇，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完全感受到两个女生的那个力量就是不够使了，已经很，两位也非常懊恼，因为差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来掌声给他，给两个女生鼓励。好，颜值爆表队第二轮派出高冷掌门霍建华和稳重暖男张丹峰。好，来了，都破反了。他是要拍你了，多破吧！好，就是要拍下面的。我想静静挑战开始。好可惜，太高了，已经两位也非常懊恼，因为差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差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差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
棒！哇！少年挺棒，表万岁！棒棒哒！我看队长一直都担心你，担心什么？那个娜娜？因为我我一直以为出了什么事儿，那个不在一块儿。对对对对对。是不是？长短不一样，紧张。棒啊！而且其实整个过程呢，他们的手是稳的。我唯一担心的是张丹峰，他一直在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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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张丹峰一直在吃吃吃，我一直在，我一直在。好，恭喜这一期的《我是静静的挑战》又是我们的颜值爆表队获胜，又是我们队获胜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实力差不多，就是我们运气好一点。我为你们骄傲。好了，我们后面还有竞赛的单元，我们看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微信哟。谁是卧底？六位参与者中五人为同义词语，剩下一人即为卧底。每人每轮用一句话描述手中词语，每轮描述完毕开始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出局。若卧底撑到最后一轮，则卧底获胜。大家先偷偷的看一下自己牌，不要让别人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是什么。好，来维嘉先来描述一下这个词。这种技能我是不会。好，讲心。西方有哈利波特，我方有白子画。华哥忘记了。表演。表演。好，海涛。好，来开始投票吧，好吧。是什么？好，来李晨。现代社会认为不科学的一样，不是很认可，是吧？不认可啊，或者不太很承认它。对对对。啊，好，欣欣。武侠片里肯定有。好，武侠片里肯定有。来，卧底是谁？来停止。我还想听一下海涛那个拟声词。海涛，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来。好，海涛一票，海涛两票。你们不是都有题吗？对吧？有啊，是啊，对啊。你们去品呢、啊？你们去体会。品不出来就你了。你们去体会、啊。因为我们这个词不适合。对。哎，也可以。哗。哦，这就是你了，就是你。哎，不害怕，啪嚓。没有没有。哗。我都听到你离开的声音了，哗啦。好，维嘉和吴昕坚持指海涛，我们来听听看，蒋欣认为是谁？我认为是华哥。好，华哥认为是谁？我觉得海涛，啊，哎，我也觉得华哥有点可怕。华哥，你是啥来的？他是表演。也对呀、啊。好，李晨，你这票很关键。我和我的尊上一样，觉得海涛。上是，你尊上是、就是、是白子画是吧？尊上啊，就是已经尊上不是我上了。我觉得我的左右都有点嫌疑。是吗？这边说表演，那边说的是现代科学不是很认可。现代科学不认可呀、啊。说来说去也觉得这局还是有点深，是不是？对，好，明白了、嗯。海涛表达了他非常明确的判断，来出局。海涛出局，游戏继续，继续。我们现在从吴昕开始先说。有的时候可以，利用它做坏事。有时可以拿它做坏事。嗯、好，李春。会让人正邪相杀。什么东西、哎、你们没发现吗？他一直他一直口出狂言，好多东西我都听不懂。正邪相杀听不懂是吗？保了你一出。好，来我们华哥。是一种伎俩。是一种技能伎俩。嗯，对，技能伎俩。好，蒋欣。我们五仙都会。五仙都会。他们魔界的人也可以会。
你们先玩，我先走了。我且正邪相杀，不是已经上到现代社会了？我想回来这个虚幻的世界。我觉得看来那个花千骨对他们影响真的很深哎。大家说的那个语言的环境啊，他们的画风跟我们都不太一样。五仙，我只知道三仙。好，来佳佳，如果心术不正的人掌握了，就会有坏的作用啊。这跟吴昕说的有点像。我说的一样。卧底是谁？请指。好，蒋欣翘起个小小的兰花指，指向了华哥。啊，蒋欣从一来就在怀疑，华哥你指的是吕纯还是吴昕？欣欣。吴昕。华哥，我想采访一下华哥，你怎么知道这种游戏它就是第二个走的？你们不哎，你们玩游戏就玩游戏，不要套公式好不好？你们看快乐大本营。没有没有，上次来过吗？拍戏那么忙，不知道好好睡觉。这是第二轮了吗？第二轮了，第二轮了，对不对？是是是，无心无心。海涛今天第一个呀，我不是第一个。华哥也是投给了吴昕。等一下，如果我投给吴昕，说明我怀疑了我自己。对，你跟我说的一样吗？有点像。那我选你好了。好，维嘉一票。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维嘉一票，你一票。华哥没票。我觉得你很可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墙头草。维嘉，你怀疑的是？我怀疑吴昕。你怎么知道欣欣是第二个要走的人？因为都是我第二轮送他走的。李纯，你怀疑谁？我选欣欣。我选你。我选李纯。吴昕，吴昕，你又改成选李纯了是吗？我选李纯。好，现在是华哥和李纯投给了吴昕，你投给的？我投给的是李纯。李纯一票。吴昕，我觉得你很可疑。维嘉，你怀疑的是？我怀疑吴昕。我投给的是李纯。等一下，我到底站在这儿没？我一时间是质疑。你听到的跟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是吧？但其实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是这时候该拉一把就得拉一把。嗯，你投给。但是因为拉不住就推出去。好，吴昕出局，游戏继续。肯定不是吴昕，但我知道是谁了。我这下一轮我就可以把它找出来。好，嗯，你先来形容一下这个词。拥有这个技能的人，有可能也长得好，像华哥那样。好，来，蒋欣。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也有可能是女的，像花千骨跟夏子勋一样。你们这个剧在这道题的植入会不会太明显了一点？好，华哥。有很多的影视剧里面会出现过。嗯，好，说得好。来，李纯。练到极致很可能会走火入魔，会自爆而死。我看你现在就在自爆。好，卧底是谁？请指。华哥一票。蒋欣从头到尾没有怀疑过别人。好，李纯一票。你说谁就是谁。李纯。李纯两票。还有意义吗？因为他就是有、啊、你投啊。因为如果你投给华哥，就变成你俩平票、啊、你们俩就有一轮 PK。舍得投华哥呀？不舍。有意思吗？你们剧组这么玩，先不先就把我们杜海涛给弄走了？到临了临了说不舍得投票，嘿。对呀、啊。我们吴昕跟杜海涛，哎，吴昕呢？也淘汰了。淘汰了。对呀、啊。李纯，你的决定很关键。你投给华哥，你俩就还能挣扎一轮；你要不投给华哥，投给别人，你就会以两票领先出局。投吧。投价格。他总是变为变一下，你这就是等于自爆。好，李纯出局，游戏继续。我就觉得这个题就是在考蒋欣了。对，就是公正和情感。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他从第一轮开始就一直在指华哥，这也是一种情感。谁让他在戏里不爱我的？原来我以为我会报复。好 ，OK， 还要说一轮吗？再说一轮吧，从华哥开始说一轮。可以用，现在的科技，电脑给做出来。可以用电脑做出来。是这项技能不能用，就是本身哦，客观存在、啊、它是不能用电脑做出来的。蒋欣，对。你先说你的，你要说你这个题目是什么，然后就可以投了。真的吗？对，因为你也是这组的组员，而并不是裁判。
我只是娜姐都开始要出来主持公道了。娜姐，你不说这个，我以为她要牵着我跟华哥的手，然后举起钱，谁就出去了。好，来，小心。可以变大，可以变小。卧底是谁？请指。哎，这说的这么贫乏，我那赌光，胯差不比这厉害多。好，华哥一票，回家。华哥，你指我？对，你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啊？那我死了。我猜你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他是哪个？有一个字跟我们一样，魔术。你猜出他们是什么了吗？法术。哇！好，那接下来我们上第二轮，来，请看一下自己的名牌。海涛未免走太远，海涛又在，玩得这么差，怎么还可以参与第二轮？他第一轮他就可以走，好，加起来等于是只参加了一次。第一个悬念来了，海涛能不能闯过第一轮呢？好，现在来，我们开始第一轮的阐述。何老师，美丽姐姐，夏姐姐也算是吧。我想演。你想演 好，娜娜，我就是。哎，投票吧。等一下，还没有。投票，娜娜已经要投票了是吗？好，我不是。丹峰说我不是。海涛，你是不是就最重要了？我想是，已经是这一局的关键。我这回认真玩了，好不好？行，因为我每次都是用我的思维，但是证明我的思维好像不太管用。是不是智商的？我这回好好说啊，这个是梦中情人。各位，请投票。大哥，各位大姐，大哥大姐，我说什么都没有用，是不是？等一下，大哥大姐，消消气儿，好不好？哎，姐消消气儿，好不好？这样，这个吧，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海涛，你出来哪儿了呢？因为海涛，等会儿，你是这样的，你出来哪儿了呢？我认认真真玩呢，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娜姐的标准很高，你梦中情人不一定达到娜姐这个标准，你肯定要被看走掉。丽颖，你是海涛，你先回到位置，别争，因为这些人往那边指不一定是你啊，你就着急跳出来干嘛呢？挨个问一下，好不好？你傻呀？都顶到这儿了，不一定。好 ，OK， 何老师，你投给海涛姐姐。丽颖，杜海涛，你海涛，好，海涛出局。哎，我对这个游戏都是片段式的记忆，因为让你走得清楚一点，来，快来了。哎呦，你是不是特别难受？我可难受了。你是不是什么东西堵着？我就在这，就是梗着是吗？憋屈。那就先憋着啊。好，我们来进入第二轮阐述，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沙姐姐，其实准确的来说，就是丽颖，她应该就是在我们花千骨里面。接下来的阐述，请不要再提到这部剧了。宣传的部分烦了还行，就听到两个名字。OK， 来丽颖。她有很多种型号类型。丽颖说的是，她有很多种型号。又改了一个词儿，类型啊 ，OK， 类型我能接受，嗯，那眼角含着泪，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最棒的是我这种型号。你自己知道你是哪个型号吗？是大号，你先想想你是哪个型号啊？他是下一大号。问你，跟如来佛住在一起的邻居亲戚，他们那小区还有空房吗？好 ，OK， 可能就张同学这个很难救你了。这把说实在，这把我真的是
没有，其实我听娜姐和丽颖都有很大问题，是不是？当你发觉别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有问题。德峰哥，一定是你。哎，你们这那我能投他们吗？现在呢，何老师投张丹峰，我本来投给娜娜，现在后来他瞪我一眼，我就稍微。丽颖也是张丹峰，然后丹峰好，丹峰你投给谁？不重要，我特别相信何老师的智商，所以我也投娜姐。你投谁不重要了，出局。你们这队是不是习惯性左指啊？我们绝对是指错人了，是不是？我可能这个迅速，你们指这边。OK， 你走的时候你不要看着我。出局。看着别的。看，你们选错了。张丹峰，你有没有什么遗言呢？他遗言，他怀疑你。张丹峰，你信不信我去找你的姐姐？是姐姐是张丹丹。这个秘密都让你给知道了，那那可能太多了。他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个弟弟叫张大大。好，来，回来，过来啊，何老师继续。有时候是对特别喜爱的人的一种溢美之词。就是他。为什么？家族内部的人开撕了啊！好，姐姐，这个应该就是生活在月亮上，对，嫦娥的亲戚吗？山姐姐，嫦娥的月亮上，对，就应该生活在月亮上，对。好，丽颖，他，娜姐说一个指一个，他的掌管的法术仙术都不一样。太小心了！你们说的好像一个游戏攻略呀。好，技能不一样。来，谢娜，丽颖自己说完都已经心虚。娜娜，不一定是对你最爱的人的那个称呼，甚至有的可能是随口一说。比如说，你们想一下，你们比如说在一个餐厅啊，你需要一样东西，我现在特别想对那一下，我觉得你们娜姐你说一下，其他三个人违规了，你们请回位。我挨个跟你们说。对，娜姐你先。对对对，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了，然后你他首先说的是要最爱的人的称呼，并不是。你去餐厅就怎么呢？比如说去餐厅，我先否定他们。好 ，OK。再来巩固自己。好。他说最爱人的称呼根本不是这样。此言差。因为在我身上他从来没有喊过。你说的什么？我说的是住在月亮上的。他的答案可能是玉兔。为什么是嫦娥吗？别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有问题。别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有问题。你巩固你现在吧。到了你巩固自己。你在餐厅怎么着？你在餐厅怎么样呢？你说我在餐厅啊，我需要一样东西吗？哎，我了解。哎，你叫的还是挺另类的呀。好 ，OK。不是，也不一定是餐厅了。还有呢，就是我主要是反驳那个何老师，不一定是对最爱人的称呼。有的时候这种称呼可以随口而来。就是普通人也之间也可以称呼。对，我可能举的例子地方有点不对，但是。那不重要的，娜娜，我们都懂的。好。仙界也可以。行，你还有话说吗？啊？还有吗？我可以指证一个人吗？好，先从你开始，你怀疑谁？马可的答案是玉兔。好，赵丽颖特别想说 me too。 赵丽颖你怀疑谁？娜姐。好，马可你太快指了。马可你怀疑谁？娜姐。你们想一下，从开始到从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你不是我们这个，因为我知道你自大，但是你不会狂妄成那样的。我就是。后期如果你们没有给我做剑在这儿插的话，我没有狂妄啊。
不实事求是啊。对你的牌肯定是，对你肯定是你的牌，但你不是我的牌。你可以相信你是你那个牌，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我这个牌，你就要去看医生。我有的时候说话会稍微比较夸张，但是我真的是跟你不是一个牌。对呀、啊，因为你是那个卧底。我们俩是不是一个牌？但问题是我们仨是一个牌。对对的，是的。那你觉得我是吗？是。好真诚啊，李。好了，现在娜姐三票。我没有再辩驳的机会了，是吗？你，我特别想让你辩驳，但是越描越黑。我最后说一句好吗？好。是一个女的。对 对, 对，问题是什么女？就是你有时候去餐厅，你想那个，哎，如果你去餐厅喊这个，别人会觉得你有病，你知道吗？哎，仙女儿，给我来一盘辣椒炒肉。哎，你来跟我说，哎，哎，仙女儿，给我来盘辣椒炒肉。仙女儿，我还想要啤酒。如果是他手里跟我们是一样的牌，他不会说我就是的。嗯，说实在，我说我就是。观众都大家笑成那样，我当时是蛮生气的。我陈述一个事实，在笑什么？但是你看到这个牌，你说我就是的时候呢？当时笑，你们在笑，我差点流泪。好了。当然，最后的结果给了我一丝安慰。我觉得这期播出以后，很多餐厅都欢迎你去。不是娜姐来了，要叫我仙女。好了，谢谢谢谢。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微博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么快乐大本营呢，转眼间已经陪伴大家18年了，成人礼了。对，那在这个18周岁的这个生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礼物要送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精心的制作了快乐大本营一个新版的片头。哇，要离开了，我不差，有点舍不得呀。可是转眼已经放了很多年了，播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2010年录的那个专辑是5年了。对，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到北京呢去拍摄了快乐大本营的全新的片头。而整个的制作和过程呢，可以说是用高大上来形容，超级酷的，不知道未来的感觉。我们自己是这么觉得，不知道大家看什么样子。但他们说那个花絮有点稍微有点诙谐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的，据说下个星期就会换全新的片头。那今天我们先预热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快乐家族去北京拍这个片头的一个花絮短片。大家请看啊。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耶！18周年，我们来了。因为我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是一个小仙女，然后就是，然后就大家就变成那种，那我就是那个交警，舞蹈很有啊，对。他的设计是说，请问快乐大本营演播厅怎么走，然后我就要往他指路，然后导演呢就告诉我你一定要夸张一点，所以就会有那就转了个圈说在那边，就那个。那星星和涛涛扮演的人那时候有星星涛涛吗？有，是来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演海涛的妈妈。海涛的妈妈，我是个婴儿。我听说这一次是一个斥巨资的拍摄，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18年嘛，大家攒了点钱，斥巨资拍一个片，一个片头需要一个节目存18年。好久没穿过这么崩的崩崩裤了。前凸后翘的，省钱就不会用这么多不同的面料了。
因为不同的面料它这个要去不同的地方买。但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边有太空的战舰，然后呢这边，对，看到没有，这边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啊，看到没有，我相信你肯定是没有看到，因为我们后期会有一个特效和合成。哎呦，你看这都是冰啊。好冷啊。我是未来人，我一直冰山，它就会变成火冰。哇哇，到底快乐大本营打造的片头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记住了，你们俩击掌之后为什么要这样？这太怪了。对，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下周六我们的全新片头，好不好？来，谢谢大家。好，我只相信你。当我们和另外一个人要并肩作战的时候，必须要绝对的信任对方。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一二三木头人要推出一个两人三组版。两人三组版木头人要求嘉宾男女搭档绑上一条腿共同进退，在场的四位女生有选择男搭档的机会，抢到的抱枕上印有哪位男生的头像就和谁一组。为了男搭档奔跑吧姐妹们，预备备，看着看着看着，蒋欣，蒋欣，我就随手拿起来了。我注意，蒋欣是第一个拿到了这个，对吧？对，而且我是最后一个过去的。然后呢，李泉也是第一个是拿到了这个，啊，丹峰是不是？张丹峰。哎，可是我想问一下，赵丽颖跟娜娜还是赵丽颖跟娜娜之间的这个争夺是？不是，因为我彩排的时候就跟维嘉彩排的，然后我们就已经很有默契。我说我到时候晚上就肯定就是找维嘉的。可是维嘉在赵丽颖的手里啊，你刚才真的是直接把维嘉从赵丽颖的这个直接拉过来的。你们刚才做这些的时候，我就在这目睹这一切。哎，我第一次这么抢手，哎，我人生的巅峰。你自己选，你自己选。我本来想找师傅的，结果拿了舅舅。拍卖了啊！拍卖了啊！嗨，这个是不错了，但是哇，赵丽颖直接说我要，那就这么给我了。哇，我刚才来抢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跑快一点。因为跑慢了，万一只剩下海涛了怎么办？哎，不是，快点，姐姐别争，这还有渔夫呢。哎，涛涛，今天但凡没有嘉哥，我一定选你。哎，啥时候我能等到没有嘉哥？我这辈子是等不到的。说什么呢？是不是？听上去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这话。经过一番激烈争夺，现在分组如下。霍建华、赵丽颖一组，维嘉、谢娜一组，蒋欣、马可一组，张丹峰、李纯一组，海涛则协助何老师当裁判。接下来，一二三木头人誓不当最后一名的激烈角逐即将上演。两人三组版的一二三木头人，各位做好准备，开始，开始，开始，一二三点。摁着我们，一直摁着啊！要三点，要三点。这是他自己摔的，求胜心切，求胜心切，战术是吧？是我战术。你所以说，事实证明我们你直接把蒋欣也拉回到了原点啊，回到原点。预备，开始，要三点，开始，要三点。何老师，他们没动，但是好像疼。是这样，维嘉，你忍住了，你活得非常好，但你的搭档放声大笑。
所以请你们要回到原点。我笑，但是我没动哎。你这样，疼成这样，不能换来一会儿的坚持吗？啊，不坚持不行。是这样的。没事没事。为什么丽颖跟华哥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青梅不过寂寥。平均年龄54岁。好，来，预备，开始，两三阵。峰哥，我说你不倒，我就不说。丽颖推我的。啊，他也动了吧？他推我也算动了吧？对不对？没看到，对。没有看到，花哥，你说我，何老师。那个张丹峰哥碰瓷儿，好加油啊！回到原点，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史上最有时尚精神的一对组合——蒋欣和马可。这是在一二三木头人的一个瞬间，他们却摆出了时尚名模的感觉。再接下来再看过去，娜娜和维嘉那组显得腿好短。算了，没事。好，懂了。不长，懂了。也不长。好，动了，好，回到原点。不是，是你陷害我们。好，跟你聊天，来，准备好，开始，两三针。咋办呢？这。我练的时候特别好，下午彩排的时候，晚上进出洋相。涛涛，你觉得如果我们俩聊一小会天，丽颖会不会抽筋？丽颖反正有点内八。他是整个用这样，你看，就蹲起来，那提高一个那这样的空间啊。好，来准备了啊！哇，蒋欣和马可现在已经脱离了第二个障碍了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停。开始，两三天。大姐，你刚才是不是？我好像，你刚才好像有点，没有。好，来，预备，开始，两三天。蒋欣同学还是抖了一下啊。他完全，他那只脚根本没有落地，他是踩在马可的脚上的。我就说问题怎么出在了那儿呢？哇，完全踩在马可的脚上，而马可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样子，可能里面已经淤青了。开始，两三天。对不起，两位好像误会了，我们是要从独木桥上走。两位，不是，如果你们这么走的话，那我们要这个干嘛呢？没事，他们只是过来试一下，然后待会儿他们会回去的，对吧？好的，没有打算要回去，没有打算要回去，那不行啊，你们这样犯规啊！犯规啊！您懂吗？丽颖，这是不能从这儿走，要从那儿，好吧？要从那儿，好的，要从那儿。好，准备了啊！好，预备，开始，幺三天。哎呦！马克，你的手在干嘛？你在掐赵丽颖的肩膀。我们四个已经聚堆了。什么事？这么悬？所有人都纠缠在一起了啊！预备，开始！幺三天。华哥，你要记得撤一个。马克，别挣扎了，高处不胜寒呐，下来吧。够了，我不要。马克，你刚才确实剧烈的摇晃被我捕捉到了，所以你可能要回到原点。而且你还把蒋欣打下来了。好，没事啊，两位，没事，还有机会。好，来，预备，开始，幺三天。哎呀，你们俩刚才哪有？不是，你们刚何老师啊，是可以从侧面啊，可以的，没问题，对。哎呀，不
是应该从起点上吗？有啊，电影是起点。没有，华哥，华哥的腿都到终点了。是这样的，华哥是刚才失去平衡，他只是暂时在这站一下，他等一下会回去的，会吧？会吗？会的，因为你如果从中间这样上是不行的。对，好的好的，我会回去的，啊，会回去的。他们刚才娜娜和维嘉，你说三的时候，他们一个这样，然后一个就是那样了。我也看到，海涛，你还想在下一轮那个谁是卧底当中玩到第三轮？但是我想给他们一次机会。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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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哥刚才用他身后的内力，对，嘉把那两队都干飞了。我看到了，维嘉推了一下，然后剩下两队那往后退了一下。好，这三组回到原点。哇！哎呦，练的时候特别好。看蒋欣的表情，默默的成第一了。比赛才刚刚开始。哎呀，我们练的时候特别好，我们晚上进出阳一样。要再经过前几轮的激烈角逐，赛况让人大跌眼镜的重新洗牌。好，这三组回到原点。最后的结果扑朔迷离，无法预测，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准备，预备，开始。要三天，要三天。哇，好快哦！在你们走到那的时候，我看到丽颖和华哥没动，哎，几乎在原点。不是你们别动，但是我得调整一下杆儿。开始，三天。坚持住，没事的。开始。要三天，我家跨一步大的好吗？没有厮打到一块了。开车，要三天，强心气的。小心这轮可稳了，稳扎稳打的，特别棒。有什么话要送给可儿？海涛，我可以跟你一组吗？好，现在他们回到原点。上午练得挺好的，晚上怎么进出阳山？你们怎么了，维嘉、谢娜？你们怎么了？我们就商量，我说几步，两步，然后娜姐就说两步并作一步。祝福你们两步并作一步，预备开始，要三天，预备开始，好，要三天，好，第一组艳阳，第一组到的是我们张丹峰和李晨，恭喜，为什么霍建华还在这儿啊？这都几轮了，这都从侧面上，那为什么呢？他是不是怔住了在这儿？一直在这儿，三个小时前他就在这儿争着。主持人，可以给霍建华介绍一下起点在哪里吗？他可能不知道。他一直从侧面要上，不过这次还好，对，你已经上了，对，比以前要靠近结尾很多啊！来，预备，开始，两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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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哥，没有，峰哥，没有，峰哥，没有，那是峰哥，哎呀，丽颖推我的，没有，没看到，亚三天，我们是要从独木桥上走，哦，没有打算要回去，亚三天是可以从侧面，啊，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对。亚三天。商量管用，华哥商量好了。华哥，我跟你汇报一下，我听到的维嘉刚才的他们两组的讨论。等一下，你别搞我，别搞你，我慢慢，我先上，上完之后我就过去，过去之后你再过去，我们把华哥他们那组留到最后，然后再惩罚他们。好了，过分。那我们就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就不喊停了，看后面会发生什么，好吧？预备，开始。一二三，跳。开始，要三天。
维嘉说：“稳住，反正我们不动，他们也过不去。”咋这么多招呢？预备，开始，压三枪。哎呀妈！好，第二组过了。接下来就看马可和蒋欣能不能稳住最后这两步，如果再跌回到原点的话就没办法了啊。预备开始，压三跳，如果再跌回到原点的话就没办法了啊。掉下来的那一刻感觉都快毁灭了。好，开始，压三停。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接受惩罚吧。剩下的其他的我们的三组选手加上我们海涛。哇哇哇、啊、这个我们是这什么人脸上一个没有你，你是受惩罚的。丽颖特别自觉的过来拿了一个加黄哥吧。好嘞，来女生可以加丽颖啊，但是我想加丽颖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怎么那么狠心？不行！哎呀，涛哥，好，来准备啊！来，三、二、一，走！哦，走！好，大家很手下留情，真的是非常温柔的剧组。对。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李易峰、贤之子花班全员《青春来袭》，叩见导演。栀子花还是个宫斗剧。导演男一斗不停，有人用巧劲，加油不仔。哎呀，娜娜那都是他的人啊。有人狂吃冰，呀呀呀，累惨了。不得不说的青春傻事。那时候呢，我说我想学当个演员，然后他们都说你特别胖。哇，我的天哪，那个时候有220斤，这个真的很惊人。吃那种自助的火锅，拿了好多条鲫鱼，全部把它放在那个汤里面，我想这样熬出来的汤一定是非常营养的高汤。鲫鱼汤是宿舍捉迷藏，黄磊老师惊喜现身，能力爆表，碾压众人。别过来！哎呀，这个人比我薄。谁都比你薄。哎！我们已经吃完了四个馒头。不是还有个热火焰吗？可以摸摸我的手臂。老师想见到鬼了。王老师。最惨烈的扁带大战，你从没见过的扁带结晶。海涛，你像踩了电门。哇！何老师也来一个，抬个腿。哇，好像在冲浪啊！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玩出晕船的感觉。更有《栀子花开》主题曲《温暖手吧》，下周六晚，青春与你不见不散。再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饼的全部内容，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演员们，非常优秀的我们的演员倾力为各位打造的湖南卫视的年度大戏，我们的花千骨。谢谢大家。